为期九天八夜的大甲镇澜宫妈祖甲辰年绕境进香活动，六日下午妈祖銮驾经台宜县大渡桥进入彰化县境，县长王惠美等人前往接驾，感谢妈祖到彰化绕境赐福，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利用这个连续假期，大家呢做一节干妈祖行做会，那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很重要，因为最近景气真的也不是很好哦，所以我想有非常多的香灯客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，看看能不能在妈祖的保佑之下，能够呢五谷丰收，各行各业哦都能够兴盛。那在这边还是要呼吁哦，我们拜妈祖就虔诚就好了，妈祖他就会有灵感哦，不用一定要抢救，一定要。那妈祖他是很仁慈的，很慈悲的，我想他是希望我们非常的这个祥和，非常这个快乐的陪着他走，那一起呢来为我们的这个国家，为我们的县里面来祈福啊。对妈祖哈，绕境出巡吼，会使讲呢啊，会当讲行出平安甲快乐吼啊，尤其有拜佛庇，相信啊，咱妈祖嘛会庇佑着咱所有参加的人员，大家拢会当平安顺利哦。啊嘛，伫遮感谢咱县长、市长，啊咱彰化县市吼，遮侪啊，遮个所有上辛苦的遮个警察同仁吼，啊会使讲万六点钟嘛，毋是阮爱啦吼，确实人太侪咧。自我担任镇南宫啊，88年到即摆已经将近要26年啊嘛，捌看即摆遮侪人。王惠美县长看到数万人跟着妈祖的脚步来到彰化，很是感动，希望妈祖保佑五谷丰收，各行各业兴旺，同时也呼吁信众参拜妈祖心诚则灵，大家一起为国家及彰化祈福。公益频道彰华云彰化采访报道。